热销档主题小区做好嘅生活导盘，拢是集中一楼嘅转红点，最后统一清运。但是近日市区金溪花园、金融网嘅做好却反应大，一旦小区嘅部分听命推荐，竟然不能动了大大细细一道道导盘，严重成了一个导盘雕，严重影响小区嘅卫生环境及做好生活，实在是想不。二能水丢到金融网小区八楼，一打。更长时间来，家来多了不少蚊，不时害提高重重臭味。不得已，家来只能够经常紧闭门听。八楼就感觉这个蚊子挺多的，不管是房间还是客厅，就是感觉用那个驱蚊液啊，或者是那个驱蚊的那些东西啊，就感觉还是效果都不是很好。但个小区嘅好在做好也拢表示，只等过来总是飘散着一种种恶臭味，生活大受影响。只等个鸟出的在了是，是不是个臭味是非常重？你往只直接基本来个听个门个道板个门是唔敢开个。我把来个屎格来垫，全部清理出来，就骗到只臭味，我是怀疑啦，外边屎鸟出啊，鸟出帮住啊，所以做种清理啊，啲都无法隔住个门袋，呢个时候唔出得只个臭味到底个咧。就到大家拢为此发愁的时候，市委就不好，我能到小区业主群发了一段澎湃视频，内容是部分楼栋的天明推者帮直到倒盘占领。视频传开之后，住户回龙表示非常震惊，直呼望床上波。这想唔够啊！做梦干嘛干嘛都想唔够啊！你不要想歪，讲一个各种各样的就是五颜六色的那种垃圾啊，应该都是一些生活垃圾、啊。哦，我当时就觉得特别震惊，然后就特别恶心。自己都不想，那几只豆腐往就丢，那豆腐就往八街顶丢掉，不行了，往天台街楼梯街顶摆来去做个天台掉。朱浩会表示，大家平时无做你去天台，就算有去去，也根本上唔到推车顶摆，而冻了少只豆腐。人人拢有暗示叫那物业管理会，做你天明会出现刷过豆腐的情况呢？我们就是交了物业费，我就是觉得，就是你这个垃圾至少你得给它清理干净，然后堆在一个我们大家都发现不了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是对住户的这个身体健康极大的不负责任。唔想个豆腐做出面，好像这个情况对刷头是非常大个这个影响。明早记者到现场睇到，直到天明推荐的豆腐已经清理掉。但发烧部分推车都放着各种各样的豆瓣，包括灰骨塑料袋、灰骨纸板等，有保洁人员接落加紧清理。昨日呢就隔几日倒灰烧东西，组织人力罗往沙东撕掉推盖，清理了十一车，保洁人的专用车是满满堆堆。令人意外的是，有一个保洁人员表示。这次的情况是以直施疏忽造成的。这几条 T 是我干的。你承包的。我承包的就是我搞那个新冠肺炎了，然后感染上就回老家，叫他们几个河南来帮忙，他们妈的就提不动，就把扔上去了。我叫他过来，我出钱了，我的工资他拿。他就是这样，他背不动了，他就把我扔在上面去了。前天有人是无人机拍到的，我们才知道。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嗯，几个人呢？四个人。前天晚上我就打电话骂他，他说：“我说你怎么干这事？你现在把我害苦了，工作都害丢了。”就此，记者也去到小区物业管理处进行爆料的情况。物业管理负责人证实了这位保洁人员的说法。负责的小区保洁的，这个保洁员因为家来有事，请假了半个月，然后叫了这个老乡来个顶岗修道布。但是这些老乡呢，就无按公司规定要求倒盘提落楼，搞啲天台顶尾起去，可业主造成了额外影响。物业管理负责人表示，事情发生以后，当地街道居委会已经立即行动，组织人力及物力进行清理。目前排除有垃圾包门堆的，分别是袋沙、藕、粒、白、胶、杂事、杂粒及杂七等主题楼。昨日，伊人已经对沙东更湿的推车进行清理和清水。今日继续组织对其他楼栋进行清理。得到消息后，马上让业主群表态，及时处理，杜绝以后这事再发生，也欢迎业主对这个工作者监督。
我们要多些人表态。日报有咩自家信息，我自家号，把我今日三号两日全部把停台来去，陈立旺，当时做消杀处理，向业主进行道歉，并成立以后这事绝对不会再发生。当时对相关人员我进行处理。记者发稿再了解到，金融网推荐上的盗版已经被清理掉，相关库房的消杀工作已经完成。台了这则新闻啊，我是上播。推荐起码要难过关，直到到盗版也不好清。花时间个起来，对这盗版过去起定，不是轻松过挂落去流诶。这个是一个各小区每广东会提了这个车，日常管理花时着抓水闸、强监管，以免工作疏漏到底发生奇葩的事。有商业助理呀，也让人笑诶。重庆抓杨波诶。今日到东海岸公园，一场精彩的风筝嘉年华，让广大市民游客尽情的感受山头这座海滨之城的壮硕人文，以及山头繁华的勃勃生机及满满活力。据了解，风筝嘉年华从今日起到五月二号，连续三日从正面上的九点到十二月的五点举行。海通晴雨又雨，不又雨海。海洋生物人体方针到空荡偶像，因着山头农日调味十足的红头鬼方针也随风摇起，一顿今日空荡大餐令人眼花缭乱。这次方针嘉年华吸引了山东的兴武方针队、瑞芳方针协会以及西来的山头、广州、深圳、吉阳等地高级方针队约四十名棒杯手参与。大家奔跑到春风里，为山头的天空增添缤纷的色彩和灵动。今天的话，这个主要的主题是以海鲜为主，因为汕头是一个滨海城市，海鲜比较多，种类也比较多。本方针接触绿色和乌绿色一体，既能活动筋骨、增强体质，又能够放松身心、陶冶情操，是一种回归大自然的健身运动。日山头舒适的气候、合适的场地及风浪，热情活力的城市氛围，让如来如在方针爱好者想到了这个棒杯之外。来到这边，第一感受就是风特别好，非常适合放风筝，以后还会过来。我们为期三天的，会放不同类型的风筝，每一天对应每一天不同的类型的风筝都有。这边的风筝爱好者，都很年轻。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我们都属于七零后的、六零后的，就感觉这边的氛围很好，很活跃，很愉快。独具匠心的方针嘉年华，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观赏，更让不期自我的游客感到风华惊喜。风筝那个多元性嘛，比较那个什么啊，然后小孩子比较感兴趣嘛哈，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一下。然后很多人就是说，像我们都是慕名而来，就是说从那个别的地方看到了你们有这个活动，然后我们说过来体验一下，然后过来参观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房车在这边露营啊，然后我们刚好看到这边的风筝特别漂亮，我们就来这边带小孩一起过来看一看，很震撼的，很漂亮这个。近年来，东海岸公园所在的东海岸新城已经成为市民游客的打卡点。伊个滨海风光吸引着众多游客。热季的五月天气，作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山头不断火出框，也迎新换装扮。伊充满活力的城市形象，海滨走路的深交队伍，向远方的游客发出真挚的邀约，也让山头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如果有多的一些像这种活动啊，像其他地区的一些像居民啊人民去宣传一下汕头，其实对于汕头整个经济发展，包括它的旅游行业的这些发展都是很有利的。整个美誉度吧，就是说这个城市的这种在国内的影响感觉是越来越大。从前段时间那个莺歌舞也好啊，什么一些活动，小公园，现在你看节假日小公园的人都非常人山人海，是吧？这一点也看到我们汕头这个文化传播力啊，包括汕头这个我们潮汕特有的文化，这种应该是会越来越有影响力。随着电影爆荒的上映，五一期间山头也刮起了一种爆荒热。由于影片爆荒的主处景点到小公园开播区一段，提醒了别再相报的门人，不少市民游客纷纷去拍卡。大家尽情品尝美食，欣赏美景，感受潮汕历史文化的
独的梅勒。小光坑开播区是西海钓人的精神家乡，也是电影爆发的主要出景地。到小光坑历史文化街区，东山纪念厅、永平大酒楼古迹、老马径、国平路北等等，拢体现到电影硬模当，定型了百载相报的历史风貌。尤其是国平路北等保留了电影爆发的拍摄场景，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民国风。各式各样复古的店铺招牌及下楼增添了光彩，正到游客不扬彩礼来拍卡游玩。我刚才看到那边，印象中就是在电影里面有看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有民国跟南洋的味道吧，很像，就是什么呢？就是30年代、40年代过去的老城区的样子。因为什么呢？在电影上有时候看到这个街景。就是，过去旧的这个，街道街貌挺老的吧，挺旧的，然后，这个也非常有特色。电影曝光灯改掉的场景，也让山头美景正式饱受关注。我今去小光坑特地举办顶棒美景展，红头鸡、鹅卵、落汤鸡、牛腩一等各式地道美景汇聚。接当顶行钓山美食文化，也成为游客必不可少的打卡点。当地比较新鲜一些生腌呐、水果啊，然后现在的游客都喜欢到汕头，因为高铁也比较方便，然后一定要尝试这边的生腌。汕头美食印象啊，那肯定就是一个海鲜吧，然后还有牛肉火锅呀这些啦，玩的还算开心吧。打算下午去南澳岛上再看看。位于挂北路25号的汕头邮政总局大楼古迹，也是曝光的取景地之一。1897年设立的汕头邮政总局，是全国首批25号的邮政局之一。现址是汕头开埠后第一所自强邮局。1922年建成投入使用的汕头邮政总局大楼，俗称老红坪邮电局或红坪邮局。是广东保存最完整的两座后历史建筑风格的邮政建筑实体之一。电影曝光上映后，这个也吸引了好多市民游客去拍卡。人文历史方面还是保留了蛮多之前的那种时代的韵味吧，还是比较能够体现当时汕头的一些那个就是情况，然后回顾一下历史，然后就是体会一下这边的人文情怀什么的。里面有那个清代官员帽啊，还有什么天津条约，还有那个铃铛等等，还有邮件，有那个生肖纪念品。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感觉历史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了。电影曝光的拍卡路线灯还有石炮台公园、龟园、汕头消防史馆、邓慈欢故居等。其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石炮台公园，这个日又迎来了大批游客。石旗强顶的炮行，月夜兴的点将梯、波浪兴的石阶梯、路上兴的楼梯等，拢是石炮台公园的特色景观。清朝年间修建的嘛，当时也是重逢中国一个鸦片战争的时候，然后以前我是十几年前来过这里的，然后现在是拖家带口来了。再来故地重游一次，汕头还是很亲切，感觉比以前更美了。这个我们今天或是文化文艺活动精彩风听，再过此文化广州的派应将中客机构等汇水项目团成人现场展示活动，让市民零距离领略汇水艺术的魅力，促进汇水团生保护。活动现场应将中客机构持续汇水团成人定名阁下能势成城第一块的组队，由钓山桥配营业，将前面讲过了桥配灯的如意印章，让大家了解印章到桥配灯的意义。本身呢，这个印章它是代表诚信，它是诚信体系里边不可缺失的一部分。那么印章呢，能够代表我们潮汕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我们这堂课呢叫人生诚信第一课，主要通过桥批的精神，通过我们如意章，通过印章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来教育孩子们呢，要讲诚信，啊，爱热爱家乡，热爱祖国，非常的精彩。
很有意义，听得非常很有意义。今天呢，主要是体会到了潮汕人的那种刻苦耐劳、敢于拼搏、抢诚信的那种精神。我会好好学习，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的。演讲总结几句：推时间多，但操作起来难度却未衰。特别是互相交流的时候，力道和角度如何把握，拢需要强尼累月的练习。活动中，不少农家就到家长的陪同下，体验了演讲总结的过程。让当年农家直情啦，专注啦，了解个你力大啦，接触几多回转功夫非常好。今天老师的讲课非常精彩，我觉得印章非常有趣，之后回家可以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为庆祝外营劳动节，今天组织文化晚会，双汤电视双头市会每节文化聚散，市文化馆举办了新听丰富的文化文艺活动。除了演讲总结之外，到五月三号或将有奖状、两雕、雕饰贵宾制作机会，以及山头五零一制作机会等项目，甲传承咱个现雕电视及互动。快双跳药师动物加工疗法，山头蒸熟灯动物加工疗法，半价三宝动物疗法等汇聚项目及传承咱，确定二奖活动。为推动甲促进营养健康客个融合发展。近日，市营养学会到潮南区合山街道上东埔村举办儿童交流营养儿健康科普讲座，向当地群众宣讲相关知识。行政院邀请专家为群众耳温耳讲。活动中，卫生卫教是咪个是交流、交流界传播途径，以及东西会防治交流界管理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卫生指出，甲流以空气飞沫传播为主，其次是通过病毒污染的影片，如地骨、蛇骨、毛根等改制传播。密切接触也是流感传播的途径之一。它跟新冠是类似的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性的疾病，那么他们防控的措施也类似，除了说接种疫苗之外，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戴好口罩，然后少去人群多的地方聚集啊，另外就是做好个人的卫生，包括说勤洗手，当有这个打喷嚏啊、流鼻水啊、咳嗽的时候，捂好口鼻，然后常通风啊。另外呢，就是增强体质的方面，比如说合理的膳食啊、均衡的营养，还有就是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啊，还有包括说应对这种天气时冷时热的变化的时候啊，适当的增减衣服，就不要着凉。公共营养师即针对群众面临嘅健康危机，合理嘅营养健康模式等问题进行讲解。行政化为群众耳温耳讲，好，面膜好，精神好。我突然来，就突然买了个，再去，我突然来赚啊。直到第四关嘅五百个里头，但系就见这个感受够嘅，直到第四个吼，所以对预防这个疾病做类里头，对我系非常好处，非常感谢。主办方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帮助群众树立科学合理的营养健康养生理念，提升免疫力，更好预防交流等疾病。最近我就那只是等到我多吃几个营养品，但是只都咩我吃拢是有方法的。那么实际是能从日常的饮食最简单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生活的作息时间啊，加自己心情嘅如何调整。真正一计系有效嘅规划就可以。依故事台历史，就是建议二三十年代，到美国是转移思想嘅影响下，潮汕地区出现了不少左翼文化名人，其中就包括著名嘅美国是转移哲学家及历史学家杜国祥。1989年4月30号，到纪念杜国祥诞辰一百周年嘅活动上，杜国祥雕像到亭海关文化馆揭幕。当日还举行了杜国祥学术思想研讨会。1889年，杜国祥出生于亭海南洋南王村，早年流行日本，开始受到美国史主义思想的影响。1919年，杜国祥学生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1925年，杜国祥出任亭海东学校长兼山东学校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西洋子黄敬明政变之后，杜国祥去到上海，并到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黄文辉为超党在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嘅中国左翼文化总党民担任组织领导工作。
抗战时期，多国香港人下度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写出了《绥靖组织思想开要》。新中国成立后，多国香想要担任东南工程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家厅厅长等职，为开创甲发展广东的社会主义文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详情可关注今晚八点汕头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播出的《汕头故事》。根据广东省统计局近日公布的人口数据，2022年广东常住人口比2021年减少27.2万人。作为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引发关注。数据显示，2022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1,956,586人，全年出生人口105.2万人，出生率8.30%，死亡人口63万人，死亡率4.97%，自然增长人口42.2万人，自然增长率3.33%。2022年全国人口出生率6.77%，可见2022年广东出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2022年末广东常住人口为1,956,800人。2022年广东常住人口比2021年减少27.2万人。从1982年以来，广东常住人口每年拢是正增长，只有2022年是负增长。并且至少是自198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主要原因是2022年广东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受目前影响，部分行业特别是服务业人工需求下降，自从原来到广东拍工的外省流动人口返乡就业，尤其是广州自去年10月至当年底，不但区域相继有目前发生，后期目前波及全省大部分地区，且临近年底，部分外省流动人口双独暂时返乡。预测2023年，随着广东社会经济发展逐步恢复正常，特别是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后，加快推进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等家的动态战略部署，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强心剂。跨省流动人口又将继续双独流入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根据百度实施抢刷地图大小格反馈的小格来看，从2月20号到3月20号，全国人口入梦抢入10座城市，分别是广州、北京、深圳、上海、成都、丹阳、佛山、杭州、西安及苏州。珠三角地区就占了4座城市，其中广州位居第一，深圳第三。广东省统计局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广东人口规模及其结构优势将长期保持稳定。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常住人口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